先继续关心的是，以生产稻米含兰花出名的大拿店，又被叫做米兰小镇。最近店内一间看起来敢那是咖啡厅，内底保留着日本时代的旧建物，后壁算是真现代化的盐工室，原来是一间目镜行。这是庄汉林接下爸爸曾明通原来的目镜行，重新来改装出发。在庄卡所在，这种的装潢作风，那真少也真大胆。外面上就是早期目镜行替人客检验近视度数的机器，保存到现在至少五十年，完整保留的是曾明通。那个眼睛从那边看出去呀、啊，按从这边多少度从这边调整啊？如果你有从这边调整啊，调整度数啊，这个是比较先进，不然以前就要用那个眼镜框，有点类似那眼镜那我们镜框，然后再插镜片啊，这个里面就有什么镜片什么度数都有了。经过数十年，目镜行也传予第二代，好像将六十年的老厝保留原始的面貌，包括壁破空、壁损，甚至是建造当时的衬牛线拢保留。但后面的验光室算是现代北欧简约的风格，这种新含旧的融合，在庄卡大拿店是真少看。因为在美国的话，它算是这个行业，它在美国是医生叫视光医生，所以它只有医生才能验光配镜。那时候去到那边，他们其实他们也跟眼科一样有分次专科，因为像眼科它有分，比如你比较白内障、角膜、青光眼、视网膜。那像在国外的话，他们也有分，比如是比较低视力的，或者是一些硬视的验配，或者是一些其他双眼视觉上。那在那边看到的很多，那觉得可以把这些都实现，或是做一些服务帮助的地方，我觉得也很好。对国外留学回来的第二代，深深感受到对故乡的爱，所以放弃原本的工作，接下爸爸经营数十年的事业，更加热心思维，要让人感受到庄卡也是有很好的服务。新闻科技红大拿店采访报道。